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黄嘉妮，提供你一个报复的好方法，像你心头之恨啊！什么？你呢也去找个男的，然后跟他上床，让你男朋友看到。那跟我上床那个人呢？对人家也是有伤害啊。老实说，我还好。黄嘉妮，都什么年代了？你该不会以为学生时代的爱情？ 就是一辈子的吧。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。 说要尊敬睦邻请客，我干嘛要客气啊？阿伟的呢？什么方伟的？没有这个人。喂，你是法国人，听不懂中文吗？所以你是四号，大波一号，双腿二号一个，翘臀三号。误会了，我是邻居。邻居四号啦。要说我不是，他说藏品是没听懂啊。讲到我就别提了吧。哪去哪去？打钢球啊。跟谁？跟 Peter。 Peter。何润东，你又不认识。我要去。不要。 喜欢上一个情场老手，是不是自讨苦吃啊？那当然了，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方伟的了吧？对不起，走走走，我们快进去。不看了。好了，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嘛，你要怎么样才会生气？看你怎么表现了。你很幼稚。你最近讲话都是。 佳妮讲什么啊？唐佳妮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？等我变成一个能够提供安全感给他的人之后，我再跟他告白，这样被打枪的几率就比较小了。你真的喜欢他？我想我是藏不住了，我喜欢佳妮。生日快乐！我喜欢他很久很久了，我只敢暗恋，我真的很想保护他，我不想再隐瞒我对他的感情。 情人节快乐！这是什么？情人节礼物啊！啊啊啊！你还好吗？你现在人在哪？不行。
俊杰，好吗？我们结婚了。人生不就是这样？很多事都没有办法预测。佳妮，等等，你回台湾前，我们再找个时间吃个饭吧。那到时候带你女朋友一起过来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单身？开玩笑，你是方伟德哎，鬼才相信你单身呢。说的也是，不过有一点要让你失望，就是我现在只有一号。哦，那正好，我也很忙，没有空陪你那些二到八号的小姐一起吃饭啊。那我先上去了。那你怎么没有跟我提过佳妮姐？除了阿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还有其他朋友。老板要我回去负责一个案子，大概待个半年吧。等下个月我们到台湾，再麻烦你当导游就好了。走了，拜拜，小心点啊。嗯。你有见到方伟德吗？我听说他好像也在上海耶。方伟德被公司重用，调回台北。你们永远都比我快，永远都站在我前面，你们永远都不懂我这种失败者的心情。俊杰，这是我们两个的事，你整方伟德做什么？跑来跟我老婆说有的没的，害我们吵架的罪魁祸首就是方伟德。我恐怕要失去老板的头衔，又要让佳妮失望。喜欢佳妮是？你记不记得你写过一封信给我？那你心里面说喜欢我，是真的假的？如果当初我可以喜欢你的话，那该多好！哎呀，我怎么哭成这样？宝宝，你们哭什么？是不是要换尿布了？是的。啊！不哭不哭。佳妮，你别碰我！我们的事情他都知道了。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一定要这样吗？有你没有我？我有多不甘心吗？为什么我就不行？我不想给你当后妈，我一点都不行。我不甘心。来不及对你说的话。你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对我说？我们终于好像可以在一起了，然后我就要祝福你和别人。为我们掉眼泪，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，要看着你幸福。